挥别疫情，学生音乐比赛重登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，个人及团体组共计1468人，各校音乐好手同台较劲，展现比雨声更澎湃的声音，秀出最好的自己。国中打击乐合奏及管乐合奏，拿下市赛冠军，将前进全国赛。另外，基隆高中丝竹室内乐合奏团队配合默契绝佳，精彩表演震撼全场，一样代表基隆出战全国赛。一年一度的音乐跟师生的乡土歌谣比赛又回来了，违规了两年，我们终于又回到演艺厅。那师生呢都非常的开心哦，因为过去两年我们都在各个学校的小演艺厅去进行比赛，那今年可以再回到高规的演艺厅，大家都非常的期待。那今年因为疫情比较趋缓了，所以我们的队伍数跟参赛人数也都回来了，今年有高达1500位的参赛选手，那也都为了争取最高的荣誉，可以代表基隆市去出赛我们明年的全国的比赛哦。那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师生都能拿出最棒的成绩，然后展现最好的自我。学生音乐比赛成绩出炉，各类组的第一名共计团体组30队，个人组29人，将代表基隆市参加明年3月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及4月的全国学生乡土歌谣比赛。祝福代表基隆市的选手们都能玩得开心，展现最好的自己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